Hello， 大家好久不见！你没有觉得好久不见吗？其实我最近呢 ，Instagram 跟 YouTube 那个上影片速度有一点点减缓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。因为我呢，不是刚飞完隔离班吗？然后飞完隔离班呢，公司在班表上就帮我安排了，就是我们的年度安全复训。那我是那种属于比较容易紧张的人，所以我还自己 plan 了一个 study plan， 就是规划好我每天要念多少书这样。然后我们去上课之前还有一个 online 的就是学习的课程要先上网看，那就花了我真的蛮多时间。那所以我就发现最近每天都是在家，然后戴着眼镜，然后就随便绑了一头头发，我就一直都是在网络上看书，就没有拍影片，也没有拍什么比较好看的照片可以放上 Instagram。 那终于在两天前呢，我的年度安全复训结束了，今天就觉得我应该要放自己一个假，就是我没有约任何人，我就想说自己一个人去逛逛街啊。然后我昨天也去做了，就是接了新的那个眼睫毛，对，想说终于隔离出来，然后安全复训结束之后，可以帮自己安排一些时间花在自己身上，这样。好，那我们出门。你们看，最近天气好差，我几乎每天都下雨。现在难得雨停一下，可是感觉天还是阴阴的。我现在非常烦恼，我不知道买这个颜色好还是这个颜色好。可是因为我家的那个要跟它搭配的那个枕套跟棉被套是这个颜色的，所以我比了一下，我觉得这样搭好像还蛮好看的耶。啊，好烦恼，最后还是买这个颜色好了，感觉比较搭。现在买完了，然后临时我朋友约我去吃饭，所以我现在要去兰桂坊，要去吃饭。
个野马都唔一样啊。呢个马喺嗰他刚说，这全部都是你们的。对啊。我会先把它骂到臭头。我已经完全发育，然后我儿子居然才六个月就把他打了。可是因为会不会跟男生女生有差？这也有差，确实。他刚刚很老，很累了。好吃吗？Hello， 大家，我现在要出门，因为其实我下个月，不是下个月啦，下个礼拜我就要去飞隔离班了，对，要再去隔离一个月。那所以这几天就是在出发之前，就想说有机会就跟朋友 hang out 啊，碰面聊天一下，不然会有一个月时间见不到他们这样。今天我们要去的地方离我家有点远，我要去将军澳的一个新开的餐厅。那它是一个蛮有名的，有结合香港 local 手工啤酒的一家餐厅，所以我还蛮兴奋的。我听说那边的东西很好吃之外呢，啤酒就是选择很多，然后有很多都是只有在香港他们自己制作可以喝得到的，对。然后因为现在天气都很热嘛，所以呢我就把头发，现在很流行那个鲨鱼夹，给你们看，就这样夹起来。我不知道适不适合我，但是因为太热了，我每天都是绑马尾或是绑一个包头，我就想说难得换一个不一样的发型，好看吗？好。今天穿这样，从地铁站出来之后，餐厅的位置有点要走大概5分钟到10分钟吧，对。然后那附近呢，因为其实我去过那个附近一次，是很漂亮，就是在海的旁边，然后有自行车的那个骑车的车道，气氛蛮好的，所以我现在是非常期待。然后因为我先到了，我的朋友都还在路上，所以我是想说我先过去看一看。就是这家装潢好可爱哦，橘色的。然后呢往这边走过去就是海岸边，朋友还没来，我就先去海岸边那边看看好了。我有点担心，因为呢你们看天很阴，我希望不要下雨。到了，这边就是海岸边。然后呢海岸边就旁边是可以跑步啊，还有骑脚踏车的步道。再过来这边还有很多就是办户外的餐厅，感觉晚上气氛应该会蛮好的。手工啤酒，我朋友还没到，但是呢我先研究一下他有一些什么手工啤酒可以点。这家还有另外一家就是比较小家的专卖啤酒的啤酒吧，那家啤酒吧我去过，然后气氛也是蛮好的，然后有很多不同的啤酒可以选。外面真的太热了，所以我忍不住先点了一杯啤酒。嘿，你看那杯子超可爱的，就是一个闪电。然后我点的是他们 House 的 IPA。很清凉。好看哦，可爱。
觉茶跟原味吗？这不就是只配 cream 就好了吗？应该是，就茶味没有。嗨大家，没有错，我又出来吃饭了。我已经连着出来三天，我已经连着出来三天了，因为我们两个很快就要去飞隔离班，然后之后就是会 isolate， 所以逮到机会就把他约出来吃饭。今天我们来的是一家我一直都很想要来吃的越南 fusion 的餐厅。嗯，棒。我点的这个是新猪肉做的，所以里面是没有肉，是素的。他们现在有一个菜单都是否素食者。每分就结束之后你都在干嘛？有问我？没有啊。他们有问你吗？没有没有。嗯，那个什么，我差不多好像快要结束之前，那个好累哦。对啊。哎、欸，好好吃哦。真的。我没有开玩笑，好好吃哦。你是干的吗？要不要加一点汤？不用不用，它是凉拌的还是加汤？哎、欸，那这个一丝一丝的，蛮想知道的。我觉得是葱丝。葱吗？有点长。Yeah.